还给我存档，那我到存档第一个。哇，人真多啊！哇的，哇的，该死！这是一个比速度的。还要按，哎、欸，按错，各位稍等一下。OK，我们回来了，刚才按到开启游戏，再来一次。根本没有用，为什么？这有点难呢、欸，它会从底下跑出来。来不及啊！你确定这个是对的吗？我怎么总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呢？它比某一个东西还要，它比……哦，又按错。嗯，算了，等一下，按 ESC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他那边不行？我已经重试好几次了，他会从那个裂缝跑出来，而且他还设置有两个，该死，这样比较顺一点，那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。OK，跑过来了，还要再重一次档，他会把，为什么那么快？Why？どうなんでですか？该死！哦，外国人做的 RPG 就是要有一点技巧性的存在，要不太累了。哎、欸，有人了，你们现在可以进来了。你们发生什么事吗？这是火灾还是？你现在问这做什么呢？是想要捉弄我们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，你知道腐朽这是怎么去吧？这里的人每个都知道，你看起来很健康。没有人能对腐朽免疫，或许他只是还没在其他身上扩散开来。你的声音有没有感到哪边僵硬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像平常的样子，就是一个疾病，腐朽疾病存在。它当然存在，你就好好看着我们吧，我们身体在慢慢腐烂，请冷静下来。为了手术想一想，动手术前。这么激动对你并不是一件好事，请你跟我来吧，我可以换一条新的手臂给你。当然，你要有一点耐心等待。这里发生什么事？多么糟糕！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严重疾病。他们的皮肤的肉是深褐色的，还有腐烂的肉挂在手臂上，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楚他们的骨头。光想着让我注意，让我胃痛，我觉得很抱歉。我也会开始腐朽吗？应该是不会。你是主角哎、欸，你开玩笑吗？通常来讲，主角都是要等到结局的时候才会有病发症状。所以我还是要调查。OK，好，一些旧衣服。我现在也不能出去，那我再往这边走。过期食物，怎么了吗？他说，你说过他一定无药可救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做是在惩罚我。我已经和几个好朋友下了赌注，他们相信我。我们赢的话，我会拿到所有东西。
法律拥有的权利，我会这么做，但是你没有。我很确定你会惩罚，会想要这样惩罚我。你有什么毛病吗？OK，来，就当我还读小学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学会偷窃了，不仅仅有患窃盗癖，原来这个也是有一种疾病的存在。我本身就很贪婪，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去把它弄到手。这种偷窃的欲望远比饥渴或口渴还要强大。即使现在我失去一条手臂，我仍然想掠夺别人财产。啊，那就把钱送给你啊，来，我有1万多。我会拿着灭火器吗？这样子攻击他。好几年没碰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，哇，腿，腐烂的腿。我的一生中除了积蓄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吃住尽可能节俭，把钱就，而且只把，我把钱只用在我身上。应该没有人能从我这边赚钱。我应该是送钱那个才对。但是在这世界上，就算拥有金钱，也无法阻止这个疾病。事实上，腐朽吞噬掉我，这么快必定就对，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要翻船。事实上，这种痛苦应该是对我的惩罚。现在只有1、2个礼拜可以活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但是已被告知为时已晚。为什么有的手残人可以得到第二次重生机会，而我这种人却没有？很不公平吗？我不知道也许是人的问题哦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大概懂他的意思是什么。了解。这密码了，我来看看。简单，这套打火机，谢啦。垃圾桶是空的，锁住。手臂，我想要用 ID 卡，我没有 ID 卡。ID 卡去哪里拿呢？来，注入一次性的药品。空的机械，扶手的描述，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家没有 ID 卡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有，北北，来，北北，你想要先到等候室，ID 卡，当医生还在的时候，我不能拿走它，所以我要趁医生不在是吗？医生你要怎么说不在啊？等候室是吗？哪里呀、啊？你还在吗？你还在？可恶！那我现在只拿到打火机，也不知道干嘛。袖珍型的。因为现在目前能动的地方已经变得很小，比刚才还要小。手上的。他们在外面等我，不能就这样出去。也是啊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边一个一个洞，一个洞，正常来讲应该是走不过去，对不对？已经好几年没碰了。医生，你要不要走啊？我想拿你的卡。好了。不是要我在这边等候室等你吗？还是你要我先挂号？这边没有挂号室啊，奇怪。门是锁住的。我应该问你说，医生，你有没有烟瘾存在？来一根塔巴孔吧。
七宗罪到底是哪七宗罪？